你看走过这里啊，你就看到这个叶子，它其实就是猕猴桃，是野生猕猴桃。我们所有吃的那些猕猴桃，新西兰猕猴桃，或者说什么培育过的黄心的那种猕猴桃啊之类的，奇异果，对，它全部都是由中国产出的，这个不是瞎说啊，因为 kiwi 来自中国，所以呢，只是被新西兰拿走之后，它就被培育了。可以响应了。掉吧，掉了，来了，你看。这个就是野生猕猴桃啊，对，野生猕猴桃它的尺寸就是这么大小的，后来被新西兰啊之类的拿走培育，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最终就有了我们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奇异果。对，不过这个才是原始种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子的，如果说没有放一段时间的话，它是涩的，但即使是涩的也非常好吃。